爸妈回来啦，回来了，环境给 Alpha 了，我呀只能跟其他的 Alpha 说 sorry 了。哎，先别急着回啊，环境呢虽然有一些瑕疵，不过啊咖啡还不错，就环境吧。我爸的意思是 It was only a joke。 洗澡去了。你儿子面试不理想吧？谁跟你说的？圈子就这么大，人家礼貌性的问他，说你对我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跟人说呀，说您是我尊敬的前辈，我非常想知道怎么才能成为像您这样优秀的律师，对吧？打死他他都说不出这种话来。你能不能也教教他啊，教教他怎么为人处事，他傻呵呵的还以为自己面试的挺好呢。要不是我提前跟那个廖松平打了电话，还有蓝河求了人家，你就不该求。